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上一集的最后，我们把这个比方栏做出来了。今天呢，我打算用这个红砖头做出植物盆栽，把这个比方栏还有那个后面正还是有在烧的嘛？现在已经没东西可以烧了。那个火红莲全部都自动化，连那个材料的收集，它要吃的东西。都帮他弄成自动化，这样子就可以源源不绝的产出魔力，我就可以更好的使用他们嘛，对不对？再发射了，再发射了，魔力再发射了。植物盆栽的制作呢，首先要先做一个花盆。把花盆放在中间之后，把它包不是这样包起来，对，就是这样子，用一个漏斗的形式做出这个植物盆栽哈。你外面放的陶土颜色不一样，它就可以做出不同颜色的盆栽哈。我就做一个一般版的，再配合上一个漏斗，就可以做出这种漏斗型的植物盆栽。就有自动化处理嘛，这样子的话，我这个我应该也可以自动化啊。我干嘛搞得这么辛苦？我只要在这个漏斗上面放上这个植物盆栽，然后把这个泥土塞进去，把一棵树种下去，这样是不是植物就成功了？植物就会在这里面长，长好之后掉到下面的漏斗，应该是这样吧？有种成功吗？这样就可以吗？我看一下植物盆栽到底可以做什么哦。植物是薰衣草和仙人掌，花、蘑菇，这个好像没有树苗所以不能把天空工厂似的照搬过来。所以比方栏还是有用的，比方栏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化。可是这个不行，火红莲不行，火红莲因为是吃木材的，所以不行好，所以自动化还是有意义的，做出比方栏还是有意义的。首先我先把我家前面这里改成温室种植区好了，秋风一号温室落成了。秋风打算在这里面种马铃薯，其实我最想种的是胡萝卜啦，因为胡萝卜不用烤，直接就是食物，食物就可以直接得比方栏用。那个马铃薯虽然也可以吃，可是不好吃嘛。为什么会选这一个？也是有原因的齁，得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它只会产出马铃薯，那胡萝卜也只会产生胡萝卜，这个是最方便的，因为所有产出来的东西全部都可以得比方栏吃，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啦。所以我先在这边放一个箱子，然后在这边放上盆栽，在盆栽里面放上草地，不是草地，我根本没有草地，放上这个泥土，其实它也可以用耕地，可是我目前都拿不到。然后把这个马铃薯种下去，要四十几秒才可以收成一次哦，哇，四十几秒一次四十几秒才喷一个，所以如果我种四十盆，相当于一秒收成一次，这个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速度好像还可以，那我要先复制出很多很多很多盆。首先扩建就需要很多的植物盆栽，然后要变成漏斗型的，漏斗型又要很多的漏斗，哇，这个东西都这样砸下去好多目前先做出四个漏斗盆栽，把它塞到这里，然后帮它分株，已经成熟五个马铃薯了速度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慢帮你都种进去，我做的速度反而比较慢，它的速度还蛮快的
自己就会采收到下面的箱子哦，我就可以有源源不绝的马铃薯出来了。最后我只要做一个系统，让这个比方狼旁边有马铃薯，它就会吃掉，就会产生魔力了嘛。这个可以哦，自动化作业就靠这个了。我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大量的复制神秘花出来，是不是？耕地泥土也可以耶，所以神秘花也可以种。这样子我应该就不缺什么花瓣了吗？每一种颜色都种几个下去。为此我要大量的挖掘这些那个粘土球，我直接去跟村民换，连烧都不用烧嘛，对不对？村民一个粘土球就可以换十个，不是一个，十个粘土球可以换一个绿宝石，一个绿宝石可以换十个红砖头，所以相当于他帮我烧，有没有？一个都不会浪费，他会帮我烧到好，这太棒了！嘿咻，不用烧，不用烧，全部跟你换！哇，换了六个，再换，再换，再换，呜呼，换了八个，所以我可以烧出八个、八十个，哇，迅速又方便哎、你好棒哦！石匠果然很棒，借由这些红砖头，我大量的生产花盆出来，哇哇哇，好多好多哦！把所有红砖头都砸上去了，再把这个都弄成这个植物盆，哦，陶土不够嘞，陶土不够，要去山坡上面挖了吗？我们来到这里，红土大陆，我又回来了。其实我不同的颜色，我是不是可以搭配不同的这个粘土块？这样就知道我在种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好像不错。不同的颜色搭配的不一样，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利用嘛。我挖了一大堆的陶土回来，顺便把这个也改一改好了。我觉得跟这里风格不搭。把这里也换掉好了，风格不搭，换泥土好了，换成浅灰色泥土，这样感觉和这边的风格比较搭齁。既然说换就换，不然上面白色风格要一样嘛，这个底下这一层改成浅灰色好了，换好了，有没有风格比较接近，比较统一齁？有吗？有差吗？好了，换好了就换好了。接着我们就把其他颜色的盆栽也做出来，橘色的，哇，没有差很多。接下来没有的颜色就要靠我的染料了嘛，是不是？目前蓝色染料特别多。把这些分解，应该可以拿到一些染料吧。野花有洋红色，有，这个是粉红色，这个也是洋红色。花都先分解好不好？这个也要分解成蓝色染料，这样子就可以再染出很多的盆栽盆。目前做出了很多花样哦，各式颜色，哇。等一下，种下去之后很像在开花店。先把它摆出来好了，身上快放不下了，被这些染料、粘土、陶土、盆栽盆都塞满满了。来把它放下去。等一下，不能放。这个是漏斗盆栽，植物盆栽。我这个目前还没有加漏斗，所以我的铁都为了要做这个漏斗，都先做一个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做一个来。我首先先做两个，分别是白色的和红色的这两个示范盆栽。等一下就把白色和红色都种到这个里面去。把它分开放好了。白色的就种这个白色神秘花瓣。等一下，它不是种神秘花瓣。不是种这个，对不起，我搞错了，要种的是神秘花，不是神秘花瓣。这样子没有
没有白色，也没有红色、欸，哎，怎么这么刚好啊？白色，白色，哎、欸，有了白色来了，白色，红色，红色，没有，怎么这么刚好啊？所以真的要种哎、欸，不种不行哎、欸。所以秋风要多做一点花肥齁，用青金石来做花肥好了，这样应该蛮省的吧？每四个就可以做一个，是不是？四个这样子试看看，把四个分出来，这样子做出来，哎、欸，青金石换成花肥，撒在这里。我要的是白红色嘛，是不是？红色红色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有一个了。可以帮忙种了，放在这里，哇哦，还要一分半呢，长一株一分半，使用的时间还蛮久的，没有很快。